如风说梦幻，八卦天天看。一988商无级别双剑交易，这把18段的150无级别双剑，在人族使用的情况下，综合总伤达到了988点。近日这把超级无级别易主交易价格达到了220个。星门九黎城的强势崛起，对于之前人族魔族使用的无级别武器交易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二，自走棋第二赛季来袭，梦幻西游自走棋第二赛季来袭，里面又增加了很多全新玩法，喜欢自走棋的兄弟们可以去体验一番哦。三，130-1罗汉鞋交易，东海崂山这双130-1罗汉鞋在熔炼之后达到了87防御、53敏捷，最终以33个的价格卖出。四，新出140无级别不魔灯笼，泥水雪山新出一个140无级别灯笼，同时还附带了永不磨损特效，对于喜欢打造 X9 高端5开的玩家来说，这个灯笼真的是太棒了。五，梦幻入侵小卖部，玩家在陪自己孩子在小卖部买文具时，居然看到了梦幻西游主题的小剪刀，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